你知道吗？日常你所使用的手机、显示器、液晶电视，甚至车载显示屏、VR 电子穿戴设备等，其屏幕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同一家国产厂商 TCL 华星。他们近期啊研发了很多款电竞产品，那今天就给各位提前感受一款目前只在前沿科技展会展出、黑科技拉满的高端曲面电竞屏——34英寸 R1500 Mini LED 曲面电竞屏。为什么说它是黑科技？主要就是它所采用的这块34英寸 3.5K 165赫兹刷新率的 HVA 面板，在传统 VA 基础上升级成 TCL 华星 HVA 技术，让它保持高色准、高对比度优势的同时，还能实现高刷新率、低延迟。此外还引入了1152分区的 Mini LED 技术，两者结合很好的解决了目前市场上 Mini LED 的显示器光晕控制问题，实现精准控光。在实际游戏体验中，得益于 1500R 曲率以及 21:9 的超宽比例设计，能带来震撼的环绕式沉浸感，对比度延续了 VA 系列产品的一贯优势，表现尤为强悍，分值亮度更是达到了1400尼特。要知道现在市面显示器分值亮度还普遍300到500尼特，画面人物的色彩表现优异，能提供相当不错的 HDR 游戏加观影体验，加之非常出色的延迟控制能力，人眼几乎完全感觉不到拖影存在，操作非常流畅丝滑。由此可见 TCL 华星直接把 VA 系面板玩出了花。怎么样，这样一款搭载最新 HVA 技术的高端曲面电竞屏，用黑科技来形容不过分吧？同时满足震撼的沉浸感、超强的电竞性能、高色准及高画质，实际体验下来各项性能确实拉满，非常期待未来 TCL 华星和终端品牌合作之后的上市了。另外啊，正值开学季， TCL 华星和守望先锋梦幻联动，为大家准备了超炫大礼，快参与抽奖，为开学换个新装备。